我是乐队贝斯小西。我打鼓的叫孙腾。我是乐队主唱和吉他手孟兰。很热，我手弹破了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我感觉北京的乐迷很含蓄。解体中学，酸和安慰，因为最能代表我们吧，应该代表我们现场呈现的东西。其实就是让专辑这个过程就很也挺一般的嘛，反正就是如常如常录歌回去睡觉。对，他有给我们聊过一些东西，可以从里面思考到很多。杨老师就给我们说，第一天录音的时候就说，就是是音乐引着我们走，不是我们引着音乐走。青少年摇滚，混乱。我觉得被一个漩涡吸进去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